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我是王安怡。对，那今天想跟丁委员讲说，就是非常谢谢你今天可以拨空跟我们同志团体见面。对，那谢谢你的支持，真的温暖了我们成千上万就是台湾同志朋友们的心。那也希望你的支持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同志朋友们非常大的生活上的希望，然后让我们获得一个更平等、更美好的生活。对。因为真的谢谢你，